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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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课本，18页。好，那这里讲到四悉檀啊，那四界悉檀啊，那我们把这个四悉檀稍微看一下，因为底下注解有啊。就是底下66的注解啊，那有讲到，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就四悉檀啊，那这个四界悉檀啊，是适应这个世间，随顺这个世间说的。那么为什么要随顺世间说呢？啊，因为方便诱导啊，这个世间的人，那能够去学习佛法啊。那因为你如果就是不随顺这个世间啊，那他们可能就会啊不愿意啊来学习佛法啊，所以这个是随顺世间的叫做世界悉檀啊，又叫做世间悉檀。那另外就是啊，我们做这个对峙啊，对峙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对峙啊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啊，那么观念的错误、行为的错误啊，就是偏僻的过失而说的，这个叫对峙悉檀啊。另外啊，为人悉檀啊，就各个为人啊，一般叫做为人悉檀，就是啊，那么启发人心向善向上的啊，那这个比较常见啊，大乘佛法特别喜欢啊用这种方式为人悉檀，就是强调啊，那你诵完这一本经啊，你会有多大的功德啊。那强调布施有多大的功德啊，这一种，那么强调啊，比如说你皈依三宝，你就不堕三恶道啊，那这种基本上都是启发人心向善的。那实际上就是说，那个皈依的内涵啊，或是皈依之后你必须要做些什么啊，符合这个皈依啊，就是要如法，比如说你皈依之后啊，那你行五戒十善啊，那你当然不堕三恶道啊，那你诵经之后如法修行，当然你可以得到啊这个经里面说的功德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这种基本上这种启发人心向善向上的啊，那通常啊这个叫做为人悉檀啊，那大圣经典很常看到这一种啊，强调佛菩萨啊的感应啊，念经的殊胜，拜佛的殊胜啊，那么这种通常就是我们说的为人悉檀，因为你听了之后你欢喜嘛，你就觉得哇这么好，那我要赶快去做，我要赶快学，我要赶快念，我要赶快拜啊，就变成这样。但是你在念拜的当中，你慢慢心调伏，那么你会啊信受佛说的话啊，那这样啊渐渐你就可以得到那个作用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一般我们说基本上就叫做方便了啊，那方便包括世间悉檀、对峙悉檀跟为人悉檀啊，那色受众生的方便。好，那么另外啊，就近的就是什么第一义悉檀啊，比个例来讲啊，你说你念观音菩萨啊，求男得男，求女得女，这个是为人悉檀啊，但是告诉你啊，你自受业自受报啊，没有人可以。没有人可以把福报给你，没有人可以把智慧给你，那么一切都是一业啊，一业啊，那这个啊才是真实的啊。那么那但是这里的就近啊，就近就是第一义来讲啊，基本上就是指啊，那么你能够证到啊一切的无为法啊，那么一切法本空啊，那一切法无我啊，从这个地方说。那这个是我们在稍微讲到这个四悉檀的时候啊，顺带说。好，那现在啊，上次讲到法句经的啊，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啊，这是神智能救神，他人安能救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医治，别人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医治啊。那么自己才可以调愈自己啊。当你自己可以调服自己的时候，那个就是最好的医治，就是最殊胜的医治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说过，我们基本上医治其实就是皈依的意思啊。那皈依就是三皈依而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我们之所以要皈依佛跟皈依僧，是因为佛跟僧会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学习这个法啊，学习获得证得这个真理、了解这个真理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啊，智依止、法依止、末依依止啊，这个也是佛说的啊。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了啊。那这里讲到啊，我们说过这里的翻译啊，这个神其实是。神其实是自己的意思啊，跟下面啊，等我们看第十九页啊，这个破群那既有我有神啊，这个神就是有那个神我的神，那这里的神只是自己啊，就自己能救自己啊，就是我自能救我啊，自己能救自己，那这是一个好。那接下来看啊，我们讲平沙王吟经。啊，那平沙王就是品婆娑罗王了啊。那么迎啊，迎佛啊，那一般叫做这个品婆娑罗王迎佛经啊。这个讲到说，凡人不闻法，凡人着于我啊。那这部经应该还要跟这个杂处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像我们看十九页啊，十九页这个经中说啊，有杂处啊，杂业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啊。那他要来跟这个破群那经啊，一个就是有杂有处有受，一个是无处无受。那这个杂处杂受应该。如经中说，这个经啊，它底下的注解是引用真一阿含啊，但是这个经应该是就是这个就是平沙王吟经里面啊，他有说到啊，这个人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就是应该这个如经中说，应该也是从这个经里面啊，那么就是平沙王吟经里面啊讲到啊有杂处杂受。那可能有一些关联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那么这个它里面讲到凡人不闻法，凡人着于我。那么这个是佛度了三迦舍之后，那么作为佛的弟子，三迦舍作为佛的弟子，那摩揭陀国的国王频婆娑罗本来是优罗频罗迦舍的徒弟啊，就是信徒啦，信众啊，他是。因为在摩揭陀国王舍城啊，那优罗频罗迦舍，但像是算是最有威望的了啊，就是他是拜佛教的。另外有一个也蛮有威望的，就是迦舍大迦舍啊。不过大迦舍应该刚出家不久啊。那优罗频罗是类似像摩揭陀国的宗教界的长老啊。那国王是信奉他的。那后来佛去度三迦舍。啊，去王舍城度三迦舍，这个就是度了五比丘啊，那总共好像度了六十几个啊，五比丘、耶舍五十五个啊，然后金毗罗他们三个，然后就是大概度了，有些说九十几个，有些说六十几个啊。那么之后就去度三迦舍，那叫他每一个人走一条路啊，去度众生，然后他自己去度三迦舍啊，到木瓜林啊。优罗频罗啊，就是木瓜林啊，去度三迦舍。优罗频罗不是他的名字，是那个地方的名字啊。那优罗频罗的迦舍啊，叫做优罗频罗迦舍。然后度三迦舍，三迦舍后来成为佛弟子。那么在一个森林里面啊，佛就带这三迦舍在一个森林里面禅修。结果那个森林里面都放光啊，就很多佛啊，然后这些三迦舍很多都在里面禅修，那个森林放光，就在王舍城不远啊。这个是佛故意在王舍城附近
然后其实他是要渡频婆娑罗网，因为频婆娑罗网他当时去王舍城的时候，频婆娑罗网说要让半座给他，就是要跟他共同治理国土了。当时的摩揭陀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就印度当时有16国，但是就是这摩揭陀国是非常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那佛陀不愿意，那频婆娑罗网就跟他讲，好，那么假设你不愿意跟我共同治理这个国家，那么希望你未来成道的时候，那么可以来先来度，可以来度我佛陀就答应他。所以佛陀度了五比丘那度了这个三迦叶之后，就想到他跟这个频婆娑罗网的约定，然后就去度频婆娑罗网，就故意到王舍城附近的那个森林里面，那在那边禅修。那因为在那里禅修，那个森林整个都放光，整个放光。那这个频婆娑罗网远远就看得到了，就看得到那个地方放光，然后就问一下是这个三迦叶他在那边，然后他就带领很多人，带领很多摩揭陀国的人，然后还有带领他的一些随从啊，这一些宫女啊，然后去那边。那去那边就见到这个佛陀跟三迦叶在那里，然后他就觉得那到底是三迦叶是跟这个佛陀就取谈做他的弟子，还是取谈是三迦叶的弟子？因为三迦叶在王舍城是非常的名望的，然后他有一点疑问后来知道这个佛陀这个三迦叶是因为他看到频婆娑罗翁来，他有这个疑问，佛知道了，然后就佛陀就命令三迦叶为这个大众显现这些比较特，我们就神通了就是显现比较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就先让大家相信，然后而且是佛命令这个优罗频罗迦叶三迦叶里面的大迦叶，那然后讲完了之后，这个优罗频罗迦叶就跟大家讲佛是我的师父，我是佛的弟子那而且佛具有一切智那我还没有一切智就这样讲我是佛的弟子，那佛有一切智，但是我还没有一切智，那么但是我依佛得解脱生死这个一般来讲就是佛跟阿罗汉还是有一些差别的那佛才能叫一切智者那阿罗汉还没有办法那这个时候迦叶不是这些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王跟这些摩揭陀人就比较相信佛陀了就是我你看我会显现神通，然后我得阿罗汉，但是我还不如佛那么这个跟舍利弗度他母亲也一样的，舍利弗要入涅槃嘛，然后回去要度他母亲舍利弗的妈妈生了4个男的3个女的7个都证阿罗汉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君提沙弥他自己做比丘的人家还是叫他君提沙弥，因为习惯了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是离婆多，也是舍利弗的兄弟那他妈妈还是外道，那他就要度他妈妈，那么他也是让很多天人都来礼拜他，然后都放光，然后他妈妈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殊胜，他每次都跟他妈妈讲我这样不殊胜，我的师父比我还殊胜就觉得哇你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师父还更了不起你看这个频婆娑罗王也不是，这个优罗频罗迦叶也是这样他显现神通就是那这已经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了但是他回头过来就跟大家讲，我是佛的徒弟，我还不如佛佛有一切智，我还没有一切智，那我是依佛得解脱的你看那马上大家都觉得哇你能够这样显现神通变化已经了不起了那你的师父比你还厉害好多倍就说我这样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我的师父比我还厉害，舍利弗度到妈妈也都是这样子的，他显现然后就是让很多天人甚至是梵天都来跟他顶礼，他每次都跟他妈妈说我不厉害，我的师父比我还厉害那很多阿罗汉很多人就是阿罗汉去度众生的时候，那么他们都说那我要皈依你，那这些阿罗汉都会讲你不要皈依我，你皈依佛我们也都皈依佛其实是这样子的，你看那么这一些就是把
让大家更相信佛，相信佛法，而不是只是相信我，相信我说的，因为我说的也是从佛那边来的。啊，其实这个就是你看当时的佛弟子都是这种心态，而不是说啊，就是你是皈依我哦，你是我的弟子，不是的，都是佛的弟子，啊，那么要以佛为皈依，啊，那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你很常见到的。好，那这个时候，那么大家开始对佛升起信心了，啊，那就开始啊跟国王讲啊，布施、持戒、升天之法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这后面还有所谓的这个讲这个，啊，那么重点他就是讲他讲啊，跟他说端正法。那佛陀说法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啊，先说端正法，后来才说什么真上法或正法要，啊，通常是这样啊，赞叹解脱道，啊，你看这佛就是先说端正法啊，布施持戒啊，然后他要观察，他说法的时候要观察，哎，这个人听了这个法欢不欢喜？欢喜了，而且他明显理解了。他才继续往下说，如果他不欢喜，那你也不要硬塞给他啊，你还要修什么这种就不要了。他连这个端正法、啊、布施持戒这个基础他都不愿意了，他都不相信，或是他不愿意接受啊，或是他有一些困难啊，那么他没有那个意愿去做，那你就不要接下去就不用讲了，叫他爬一楼他都爬不上去了啊，他说腿酸啊，那今天不方便啊，怎么样啊，那你就不要叫他爬到五楼，跟他讲五楼多殊胜怎样怎样，就不用了啦，啊，一楼他都不用你爬了，啊，那通常就是这样啊，先说端正法，后来才说正法要啊，正法要，那么就是解脱道，赞叹解脱道啊，那除了啊这样这样，他开始跟他讲啊，那么这个世间啊多忧苦啦，怎样讲这些，那么要解脱，解脱才就是最殊胜的，啊，这个人天虽然也殊胜，但没有解脱的殊胜。那说完了之后，那么这个国王欢喜心。啊，那么堪说正法啊，基卫王说啊，苦集灭道无我的正法要啊，他讲很多，我只是简略的啊，我是简略，啊，就跟他讲啊，就是色受想行识无常啊，就讲这个，那开始啊，因为他发现到他对解脱有意愿，先跟他讲解脱的殊胜，那发现到他哎对解脱有意愿，才开始讲怎么得解脱，啊，你跟他讲解脱，你跟他讲。讲这个哦，去哪里很好？他有兴趣了，才跟他讲怎么去，啊，那他都没有兴趣，你就不用讲到要怎么去，要怎么去了，就不用了啊。你看就是这样，佛说法啊，那么就开始跟他讲啊，苦集灭道啊，那么无常无我啊，这个道理啊，那讲了这个色受想行是无我嘛，啊，无常无我啊，无我基本上就是无蕴无我，色受想行是无我啊，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品婆娑罗王不是带很多人去吗，啊，那么有很多摩揭陀国人跟着一起去的，宫女啊，那这些都一起去，都是在摩揭陀国的人啊，啊，那这个时候摩揭陀人啊，就是当时跟他一起去的人心里面就有疑问啊，就有疑问啊，觉得说啊，如果无蕴啊，就无常啊，无常无我，那现在活着的是谁啊，那么又谁在受苦受乐啊，色受想行识嘛，啊，那无蕴无常，无常无我，那现在在听话的，在听无常无我的这个是谁？那有苦有乐的又是谁？啊，那这个时候佛知道啊，这些人这样念，就跟比丘讲啊，因为他佛有他心通嘛，他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就跟着比丘讲啊，说愚痴凡夫不有所闻啊，就没有智慧啊。智慧是从闻思修来，智慧是从闻思修正，智慧就是闻思修正，啊，修行其实就是闻思修正的程序，啊，这个就是得无漏慧，这个是有漏慧，从有漏慧到无漏慧，从有漏慧到无漏慧，啊，那你要悟得无我，无我是无漏慧。你必须要先知道无我，那什么无我啊？色受想行识无我啊，然后去思考啊，去如理思维啊，那专精思维、说说思维、思维这个无我的道理，色为什么是无常啊？那思维了之后，那么独一进处啊，那么你心专注、专精思维，那么观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幻化，识如芭蕉
啊，或是观啊，般若经的一切有为法啊，这个无蕴如梦幻泡影入电啊，那也可以啊。那或是你要比较对治性的啊，观不见啊，如病如痈如刺如伤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观了之后，就是基本上这个证啊，证所成慧，到这个修基本上就要怎么样？修基本上就要跟定相应了，就要专精思维了，这个就要专精思维了，就心一进去啊，读一进出啊，这个佛陀说法之后啊，那么常常跟比丘讲，或是比丘自己会跟佛讲啊，我希望佛帮我说法，我听完法后，我闻法后，当读一进出，专精思维，不放逸住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我们稍微把这个是有漏会啊，就是你听闻了之后，你要努力去想啊，通常都是这样啊，他会去跟佛请法啊，会去跟佛请法啊，那么请法之后啊，略希望佛为我略说法要啊，那我闻法后当啊，他通常都这样讲啊，我闻法后。当独一进处啊，自己找一个人啊，叫做阿兰若处，即进处了啊，不然你吵一般的人，那么六根会攀缘六尘，那么你专心摄心的时候，你比较心比较有力量啊，当独一进处啊，一般我们讲自己一个人到安静的地方啊，阿兰若专精思维啊，听了之后，听就是闻之后，专精思维就思。然后不放逸住，就是持续不放逸，就是你专精思维，持续的专精思维，持续坚持啊，都一直这样专精思维啊。那么基本上啊，就是先要如理思维啊，如理啊，如理啊，思维要先如理，要想对，想不对，想不对，你一直这样想，越想越错啊。所以通常啊，大部分的人，因为我们的北传的修行观念后来有一些偏差，就是着重在诵经念佛、持咒拜忏，就着重在这个。那么这个是比较情感式的啊，那么比较没有思维，比较不动脑筋啊，反正我就照念嘛，啊，那个韵调啊要什么？比如说念佛啊，五会念佛啊，或是什么追顶念佛，或什么念佛，就是比较没有思维，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诵经啊，什么调什么调啊，就海潮音的什么音的那个调，音悠扬啊，这样唱而已。你也不用思维，你就是感情投入在里面，然后就那个声音啊，那这样跟着转这样而已啊。然后持咒一心，但也不想的，不要想它什么道理的。不用想他什么道理，因为你不用想他道理，你念到多感应了，他自然通啊，就讲这样。其实不是的，这样不是佛陀教的啊。当然要看各个情况不一样啊。那么如果你本来有数世慧，那么你现在缺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只要等东风就好了。那如果你之前有数世慧，而且你之前有如理思维了，好，那你现在只要专心就好了。那个定引发无漏慧，如果你没有。你就是修到非想非非想，修到无所有处，四禅八定，你也不能引发无漏慧。你本来没有的东西怎么引发啊？没有啊，啊，那念佛诵经啊，拜忏，念佛诵经持咒拜忏，大部分都不动脑筋。那拜忏就是照着经念嘛，一样嘛。那希望佛消我的罪，你也从来不去想什么是罪，罪从哪里升起，为什么会造罪？怎么样避免造罪？已经造了怎么办？你这个你都不知道，你唯一寄望的就是，啊，我拜忏向佛赎罪。你又不是跟着佛，你又不是对佛造罪，你向佛赎罪，佛赦免你的罪。如果我骂你，那我跟你对不起，那还有道理。你又没有骂佛，你要跟佛忏悔什么？啊，你是伤害佛吗？没有嘛。那你向佛，我帮我们跟着佛忏悔。只是在佛前啊，这个我观念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修行那个没有如理思维，观念错误
啊，所以不容易得到那个作用，还是会有，但是不是佛法中的作用，解脱的作用。啊，我们在佛前忏悔，只是因为佛是我们最尊敬的人，是我们最相信的人，那么我们不敢骗佛，我们也不会骗佛，我们也骗不了佛。你知道佛有神通吗？你知道你如果这个人有他心通，你敢跟他讲谎话，不是吗？你讲他就知道你在讲谎话，啊，那你也不敢动什么，动坏念头，因为动坏他就知道嘛，啊，所以基本上我们之所以在佛前忏悔，是因为我们骗不了佛，我们也不会骗佛，我们也不敢骗佛，我们尊敬佛，所以我们在佛前讲的都是真实的、真诚的、真心的。那么因为这样的心，你了解你到底错在哪里，你还必须要知道你错在哪里。那因为凡事苦一定来自于因嘛，苦因嘛，你要解决苦，你一定要明白苦因，苦即灭道的道理就是这样啊。那么你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灭这个苦，那么你因为做错某些事，也许现在就在受苦，也许你担心未来会受苦，这个是我们忏悔的原因嘛，不对吗？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或是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你担心你现在会受苦，你发现你自己现在在受苦，比如说有的人啊身体不好啊，得了绝症啊，他要去拜药师忏啊，然后现在在受苦。那么从佛法来讲，这个是什么？杀生啊，他所有这种短命多病啊，那所以他也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但是他也许知道说哦，这个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业。那么你如果要忏悔，那么你必须要从这个苦，比如说你担心你现在苦或未来苦，那么你要解决这个苦，所以你才要忏悔吗？那么但是你要解决这个苦，你必须要知道这个苦是什么苦，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种苦，你要了解这些道理啊。啊，你要去医院看病，你也要知道你生的是什么病啊。你牙齿痛，你会去看骨科吗？你说牙齿也是骨头啊，你去看骨科不会好吧，对不对啊？那你头痛，你去看眼科啊，你说眼睛也在头上，那这样会好吗？也不会好嘛。所以你还要先知道你的病啊。所以佛陀有讲了，大医王那个时候我们有讲嘛，要治病，要治病因嘛，要先治病的方法嘛。那么好，那你为什么要忏悔？那你为什么要念佛？你为什么要诵经？它不外乎就是离苦跟得乐这两个嘛。你原来有的，或是你担心它后来会有的，你希望能没有。那你原来没有的，就是功德这一部分的，或是你希望未来会有的，那么你希望，或是现在有的，你希望它更好、更多。那现在没有的，你希望它变成有，啊，就是得乐这一部分嘛。佛法不外就是这样啊，离苦得乐，得解脱。它基本上就这三个而已嘛。那世间的人就是离苦跟得乐啊。好，那么你要了解这个，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知道它是什么因缘才具有这个。一样啊，诵经、念佛、拜忏、持咒。你看我们的修行方式哈，基本上叫做集体不思维，就是不会去想那么多，反正跟着拜，跟着念，跟着忏。那么就跟着得功德，跟着消罪障。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已经没有思维的部分了。那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愚痴，所有可以解决痛苦的方法的功德，都是因为智慧，都是因为智慧。一切众生之所以造业受苦，只是因为他不知道，无知。叫做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那不明白，从不明白善恶业报的道理，到不明白无常无我，啊，主要就是这两个，啊，那你因为不明白，所以你就一直造业，一直受苦，一直受苦又一直起烦恼，或业苦不断的循环。所以佛陀已经在各个经里面都跟你讲了，啊，不断的讲苦即灭道，啊，苦要有苦因。解决这个苦要从苦因下手，要有正确的方法解决这个苦因。那么我们之所以受苦，有无明，无明行识，名色六处，就是你又起烦恼，或业苦这样的循环。
那么不断地讲这个东西，但是我们通通把这个不当一回事。现在我有苦，我要灭苦，要不找观音菩萨，要不找地藏菩萨，要不找阿弥陀佛。我希望现在有苦，未来没有苦啊，找阿弥陀佛。现在有苦，希望现在就没有苦啊，找观音菩萨。通常是这样的哦，解决现在的苦啊，要找观音菩萨；解决未来的苦，要找阿弥陀佛。那解决父母眷属的苦啊，要找地藏菩萨；那解决生病的苦，找药师佛。你都没有去找，那么为什么会受苦？你只是啊专心啊念佛、念菩萨、求佛、求菩萨。那你或是跟着大众啊一起念佛啊，一起拜忏，一起持咒，那你就会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没有这回事。可是我们的修行方式都是这样啊，我们所谓的法会啊，不管大大小小的法会，都是不思维的，不思维的哦。你好好想，你什么时候在参加法会的时候好好想？没有，你就是专心而已。我常常讲嘛，现在的佛法就变成啊，就是你非常的专心，然后祈祷啊，就是赞颂佛陀，然后祈祷佛陀。那非常的专心，专心是对的，专心是对的，啊，要专心，精就是精一，不杂不乱啊，专心精一，但是要怎么样？要思维，啊，这个就是定啊，这个就是慧啊，定慧才会有什么？要持续的相应才会什么？才会有三昧啊，啊，通常是这样嘛。可是你看我们的现在的修行方式就变成。啊，就是变成大家聚集在一起，啊，祈祷，啊，祈求，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这个后来习惯了，你就会认为佛法就是，啊，就前面讲的要一直佛陀，一直观音菩萨，啊，那么你所有的困难都来自于你没有求佛求菩萨，不对。你所有的困难、痛苦、挫折，生命中所有的悲哀，生活中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你的无知，叫做无明，不明白善恶业报的道理，不明白怎么解决苦的道理，苦集灭道不明白，啊，然后不明白无常无我的道理，因为这样，那你为什么不明白？没有听过，听过了不去思维，佛教徒是闻而不思。佛教徒很多听过啊，谁不知道缘起，谁不知道无常，谁不知道无我，谁不知道自作业自作报？知道是知道，但是还是一样，不去思维，啊，那么觉得啊，某一尊佛特别殊胜，可以超越业报，可以不用缘起，啊，那么不管苦集灭道，不用八正道，他就可以。叫做横出，哈，直接解脱。我告诉你，不可能有这种事。佛法叫做无有是处，没有这种道理，啊，违反了缘起的道理，违背了业果的道理，啊，那么违反了因果的道理啊，这个没有。所以很这里讲四悉檀，很多只是方便的。啊，让你生欢喜心，告诉你诵经有功德，不是你把经诵完就有功德，不是的。诵经有功德是从文思修上面去说的，诵经是文嘛，听经也是，诵经跟听经都是文，都是文。那你不文，你就不会思嘛，你从来不知道缘起，你哪里会去想缘起？不知道。那思之后要修啊，之后才有证，功德就是从证得来的。功德是从正德来的，啊，比如说简单的持五戒，那你听到哦有五戒，有哪五戒啊，哦？那你去想那五戒是什么？怎么受？好，那之后你就去受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之后你就得到五戒的功德，啊，你持几分就有几分的功德，啊，有的持一分，有的持两分，有的圆满，有的连蚊子都不杀，有的除了害虫之外不杀，啊，有的除了人之外不杀，啊，很多种。就是看你持得圆满不圆满，你的功德就圆满不圆满。你并不是把五戒啊一整天都在念，早上念，晚上念，啊，念了你就有五戒的功德。那诵经也一样啊，诵经诵戒不就都是这样吗？
啊，你诵经你不如法修行，你诵戒你不依戒受持，受持戒，那你说有功德，功德从哪里来？没有啊。好，我们回来讲这个东西了。那么文思修正，所有的佛法都是从智慧，都是从文开始。那么佛陀时代，因为没有书写的啦，只有听，所以你一定要去依止善知识，不然你听不到佛法，你听不到解脱的方法啊。那么所以，但是文只是文而已，听只是知道啊。有文的很多啊，很多外道也听闻过佛法啊，那提婆达多也听闻佛法啊。啊，那么等一下我们要讲那个婆求那破群那啊，他甚至是佛的侍者嘞啊，那么他也听闻佛法啊。但是闻之后没有思，我们现在我常常觉得现在中国佛教界北传佛教界了啊，那么的问题在多闻不思。多闻啊，诵过很多经，但是其实你说多闻也没有，就大部分的心就是那几部了啊。法会可以诵的经基本上就是地藏经、药师经啊，地藏经、药师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啊，然后大概就是然后好一点的法华经啊，就普门品啊，法华经，那么华严经啊，再多一点的大般若经啊，就是诵经，诵经。但诵经之后不去想那么多，总觉得你一直诵一直诵，自然能通。我告诉你，没有自然能通这件事，没有。如果你诵经完之后你会通，那是因为你过去有思维，有思维的底子，就是有宿世慧啦。啊，你看有些也没有听闻，你看那个佛最后度的啊，须跋陀罗。他从来没见过佛，也没听过经，但是听到佛要入涅槃了，赶紧跑过去。在佛入涅槃中夜的时候去的，前不久他才听，他就得解脱了，他就得阿罗汉了，证阿罗汉了。那是因为他过去有那个思维，啊，他已经具足了。那么现在你只要那个心不专注，只要专注，他就会引发，啊，那么是这样子的。啊，你说六祖慧能，他也没学佛，啊，但是他忽然间在路上走路，听见有人在念《金刚经》，那个念的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听的人他已经知道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没听过，他只是这样过去啊，他就知道了，他就心有所悟，他就要去出家了，把他父母安顿好就去出家了，然后后来他你看他开悟了之后。人家都问他，他没看过的经，他没看过什么经，看问他《楞伽经》，问他什么经，他都能答。他没读过，但是他就能够解释，他就能够答得很好。为什么？过去累积的。那你过去要有累积，你现在有定就可以引发嘛。你要是没有，你以为背着一袋番薯去山里面，那自然就会解脱？没有，没有这种事，啊！你以为到山洞里面一直拜佛，一直诵经，一直持咒，佛就会加持你，让你智慧开哦？没有，没这种事。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啊最大的问题啊，在就是在家里面好好念佛，佛就会加持我，佛就会把他的功德给我，就算没有，我最后也去到佛那边享受跟佛同样的福报。我告诉你，这种观念你会害死你啊，真的啊。啊，你以前不闻，现在不闻，叫做不闻不问啊，问你也不了解他的道理嘛。你认为你可以从佛法上得到多少利益？没有啊，啊，但是会结个缘因啊，有个缘啊，啊，因为你还是念佛嘛，啊，你还是相信佛嘛，啊，其实是这样，啊，但是你又没业障哦，你要业障来念佛也不能解决你的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怪佛喽，真的，这个我见过很多，非常的虔诚，念佛，但是他的苦不能消除。但有一些很多是苦人消除的，那这个又另当别论，因为这个牵涉到很复杂的业果关系，啊，就好像有些人听法一听就见法了，像舍利佛还没见到佛，只是听马胜比丘跟他说缘起，他马上就见到了。目犍连只是听舍利佛跟他转述，他也证出果，啊，那有多少人在佛陀旁边一直听一直听啊，什么都没有？提婆达多听那么久，啊。他什么果都没有啊，有三恶道的果、地狱的果啊，所以你看，那这差别在哪里？如果我们先不管我们过去到底有什么没什么，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嘛，除非你有宿命通，你知道哦，我过去是三藏法师，像周立盘陀伽这样哦，三藏法师。那现在因为有一点笨笨的，是因为啊你令法啊，那所以你就有障碍。当你障碍别人的时候，你就会障碍你自己；当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受伤害。啊，当你让别人贫穷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变成贫穷。那这本是果报上是这样子的吗？好，那如果你比如说你有宿命通啊，你知道啊，我过去啊在智慧这一边，在智慧这一边有一些力量，那么你少的是什么？那你就去补那个就好了。那如果没有，你不知道，那你就要照常规来，啊，照常规来，那需要什么你就要什么，你要照基础来。那基础就是什么？基础就是文思修嘛，啊，那么你如果没有这样做，我告诉你，你是不容易有成就的。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修所谓的修行法门呢，啊，那么通常都落在不思维这一块，啊，不管你念佛，你念佛好好去想什么是佛吗？什么是佛？为什么要念佛？啊，那你还要想那为什么念佛可以得到什么？念什么佛？啊啊，念佛通常不一定，但念佛后面通常有一个目标叫做往生净土，念佛生净土啊，这基本上是现在最多的，但是以前更多了，那现在又有一些改变了啊。那么你还要知道那什么叫净土啊？那为什么要生净土啊？那这种种你都要清楚，你不清楚啊？那么持咒啊，那么拜忏诵经啊，那常常讲，我们刚才讲世界为人稀坦嘛，让你身上嘛，告诉你这本经功德多大多大啊，告诉你这个菩萨威德力多殊胜多殊胜，讲观音菩萨的时候就超越一切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讲地藏菩萨的时候就讲啊一切菩萨，甚至观音菩萨也不跟地藏菩萨比，讲普贤菩萨的时候啊就讲普贤菩萨啊是怎么怎么殊胜啊，讲文殊菩萨的时候又讲文殊菩萨啊已经成佛是七佛之师啊对殊胜，反正这个都是什么为人稀坦，令人生善，啊，那么因为这样，你心向于他，要跟他学习，但是你是要向他学习，皈依是学习的意思。我皈依佛就是向佛学习，我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就是我学习释迦牟尼佛。那你怎么学习？啊，释迦牟尼佛说的，我已经成正觉，此事苦我已知，此事己我已知，啊，汝应知。啊，此事己啊，我已断，汝应断。那么告诉你，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是具足什么东西走过来的，那你也必须要这样走。他告诉你了，我现在是在什么，在什么境界？那么你如果不到这个境界来，不到这里来，那你在那里会受苦，啊，那你会一直受苦。那我告诉你，怎么样走过来的方法，道路叫做古仙人道啊，啊，它就是八正道啊。啊，那我们没有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正见就是什么闻，闻，要闻正法，闻的是正法。那思呢？正思维，一样啊。你看，那你没有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只有这一条路而已啊。你说没有，还有横出的路，哈，啊，还有另外一条路，不用经过这个，哈，啊。那阿弥陀佛的愿力，观音菩萨的威德力，普贤菩萨的威德力，那你就可以直接把你带出来。我告诉你，佛法不是这样讲。如果这样讲，那是方便说，啊，真的。那因为我们的修行很多都落在不思维啊。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多数的人不去思维佛法，不去思维佛法，不懂它的道理，那么就是专心，跟外道一样，外道也专心啊。你认为外道不专心哦？你认为外道不精进哦？外道可精进了，啊。前不久电视报有一个印度人婆罗门。一只手举了四十个，好像举右手，举左手忘记了，啊，那么举了四十年没有放下来，你认为这个简单哦？啊，不简单啊，四十年没放下来啊，啊，开始萎缩了，他都坚持啊，因为他觉得我坚持这样做，以表达我对这个神或是对这个道理的这样的一个崇敬，那么我受这样，我现在受这样的苦，我以后就可以不用再受苦。但是佛陀说这个无有是处，没有这种道理。你现在虽然受苦，希望能够免苦，但是没办法，因为你不知道苦因。苦因不是你之所以会受苦，不是你没有举右手，对不对？所以在你举右手了就不受苦了，就好像我现在举右手啊，以前我们
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常常被老师罚站，啊，站久了脚会酸嘛，还有也会叫你罚站举手，啊，那举手的时候啊，就老师没看见，赶快放下来，为什么会酸嘛？我之所以苦，是因为我举手，现在放下来了，就是苦因嘛，放下来了，我不苦嘛，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你生命中有苦，并不是因为你没有举过右手，所以你现在一辈子都把它举着，你未来的苦都消除了，哪里是这样？啊，那拜忏也一样啊，啊，你这个恒河里面，恒河是圣水，恒河是圣水，那么你进到恒河里面，那么祈祷就可以洗除你的罪业，啊，那佛陀就讲了嘛，如果是这样，那河里面的鱼虾。你初一十五来浸一次，他整天浸在里面，他不是比你还早解脱，啊，那不是不可能这样子的，你又不是因为你的苦，又不是你的罪，不是因为水，啊，所以诸佛非以水洗罪，亦非以手除众苦，啊，那就是诸佛非以水洗罪，不是用水来洗你的罪，啊，那我们有时候拜忏也会有这种道理啊，就是说觉得。啊，我们像观音菩萨忏悔，像诸佛菩萨忏悔，我们的罪就能消。你的罪又不是像观音菩萨、诸佛造的，啊，那么他之所以向诸佛菩萨忏悔，是要让你的内心面对着佛，你戒慎恐惧，你专心，那么你了解罪，所以罪从心起，将心造嘛。你要了解我造的是什么罪，那么我为什么会造这个罪？要把那个造罪的心去掉了，那个是因啊。造罪的心是因，那为什么会造罪？无明嘛，还不是归咎到无明？你不知道，基本上就是心业缘，就是你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你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那个是造罪的因，叫做无知啊。比如说我们以前杀生、钓鱼啊，或是种种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我们不知道这样做不对啊，我们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对，无知是最大的因，然后怎么样？我虽然知道这样不对，但是我烦恼起来了，我控制不住，我还是造了。我虽然知道偷别人的不好，有罪，但是我就太穷了，没办法，我就去偷。啊，那杀盗淫妄，虽然你也知道是错的，但是你还是会做，烦恼控制不住，无力啊，就是所以那个是烦恼让你造罪，那烦恼的起因多数是无知。那么虽然你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你还是做了，为什么？无力，你调伏不了你自己的烦恼。那有一种就是什么？无奈。无奈是什么？因缘不好，你不想做，你本身不想做啊。无知就是你会想去做，你也不知道错嘛，你还觉得这样好啊，那这个是很大的无知。那么无力是因为你不想做了，不是你不想做，但是没办法，你控制不了自己的烦恼啊，那个贪心大过你的惭愧心，那个嗔心大过你的惭愧心，啊，那惭愧心没有了，那你就会去做了。那无知是没有惭愧心的哦，无知是不晓得这样不对，做的时候没有惭愧心啊。那无力是有惭愧心，但是烦恼大过惭愧心，克服不了。虽然知道不好，但还是去做了啊，因为欲望大过欲望，嗔恨大过那个善法嘛，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也知道是错的，你也不想做，但情势所逼，你被逼着要去做，啊，你不做又不行，他会伤害你的家人，他会伤害你自己，他会伤害你的儿女，你会被逼着去做，啊，那么这个就是缘不好，啊，那么心无知，啊，烦恼重，啊，因缘不好，那么才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造罪，那么造罪成熟，他会受苦。那你了解了这个之后，你拜忏的时候，通常拜忏里面也会讲到这些道理啦。但是多数的人不会去想，不会去想哦，他只是照着念，他只是在意有没有念对，有没有念准，有没有念到佛菩萨有听到啊，他只是在意这个啊。然后，所以他很在意什么啊？就写那个名字有没有写错啊？然后那个这个有没有把我写上去？啊，如果遗漏了，万一佛菩萨看不到，我的罪就不消了，啊，那不是这样子的。多数的人现在拜忏法会最多人参加，啊，然后诵经的法会也最多人参加，念佛了都是这样。但是我发现了，啊，就是说现在的北传佛教徒就是集体不思维，就是没有思维这一块，没有想。但是听是有听的啦，
但听的不多了，他觉得我不需要听那么多啊，我只要全身依靠，依靠什么？依靠阿弥陀佛，依靠观音菩萨就好了啊，有观音菩萨给我靠就好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前面有讲嘛，自己才能救自己嘛，啊，自己依着法才能救自己嘛，啊，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北传佛教界了啊，有这个毛病，不思维啊，不思维，那不思维下面修就不用讲了啊，就是说他也修哦，他稳而修哦啊，修就是他觉得专心念佛，好好拜忏啊，那么一心持咒啊，那么这个不断的啊复诵读经啊，比如说《无量寿经》啊，读过10000遍啊，你像那个《法华经》啊，那个《法华经》里面那六祖有讲啊，有一个叫做法达还是什么的，那读了3000遍《法华经》，不晓得《法华经》的道理，还要去问过没有看过《法华经》的这个慧能啊，六祖慧能，你看看不思维，那人家六祖慧能读一句偈，所以才讲一句偈就胜过，为什么？因为你从这一句偈里面就明白，周立盘陀劫不要说不闻法，闻了法也记不住，没有办法受持，但是他思维，你看他只闻一句偈，依这句偈思维，然后你去实践，他就证阿罗汉。但我们多数人也不能这样，要多闻，要多闻啊，那么多闻之后要常常思维，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学习佛法现在要注重我这思维，但是你不闻就没有办法思维哦，你从所闻的正法要正法哦，你要不是正法你思维起来也是错的哦啊，那么你要去思维它的道理啊，那么思维它这整个的缘起，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你都不能没有思维，要有思维之后才有修，那我们不是，我们是跳过，甚至不闻不思就修了啊，人家跟你讲哎，又不是正法不一定啊，但是闻之后没有思，然后就开始修啊，诵经念佛拜忏读经，一辈子就浸在里面啊，然后就觉得就要证啊，我告诉你很多人就落了这一块没有思啊，那这里是讲到不有所闻啊，不是说只有闻而已啊，闻之后要思啊，好，我们先下课等一下再讲。